在这边找了一个石块，然后一直在叫我。他是发现什么了？哦，那边一条鱼。哇塞，冲上去抓虎的蛤蟆！快快快，有一只蛤蟆，快去抓呀！胆小，喂，会打喊了，抓了，一只好大，抓住它！哇，哇塞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进来进来，哇，进来！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妈呀，刚下来发现一只好粗的蛤蟆，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自我介绍呢。我的小狗呢？你来吗？哎呀，我这个搭档啊，我最近跟老的一个搭档有点憨憨的。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虎子，我是哈巴狗，是什么品种啊？你看，好可爱，它特别喜欢找人抱着，然后抓到一只蛤蟆，你看。回家做给你吃好不好？这个有点怕水。哇，这蛤蟆可以啊，先瘦了啊，我们继续找一找。走吧。哇塞，虎子，你看我这边发现一窝雪蛤，雪蛤，一窝雪蛤，嘴都瓢了，快过来。哇，这个好大，你看吐水了。这个好大呀，这雪蛤很好吃的，这一片都是哎，好多呀。我看这个肉已经露出来了，哟嘿。哎呀，这个盖子比较大，这个，哎呦，好多，直接剪了啊！看这个，哎呦，咬我一口，哇塞，好凶啊，这个东西，咬人怪疼的。这边好多，虎子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这个，那小狗看到美女就跟人跑了。哇，这只好大，看，这个好过瘾。哇，这一辈双胞胎，看。上面一个，下面又一个，这边又一对，哇，真的是成双成对的，这也太过瘾了。两只大雪蛤，输了。哇，这边，这沙滩上都是小沙包，看，这也太过瘾了，输了啊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哦，在这，差点错过了，这个有点小，小的咱不要了吧，这小的不要了。虎子在这边找了一个石块，然后一直在叫我，他是发现什么了？哦，那边一条鱼。是你发现的吗？是不是你发现的？快去把我抓出来！这叫石斑鱼，它还在跑，跑了跑了，好凶啊！坏了，别进去，进去我就弄不了它，这怎么办？哇，要进去了，出来！坏了，进去了。你没带个东西，没带工具，这怎么办？进去了，上那边去吗？不行，我得戴这个手套，用那只手套看看。虎子爬进去。啊，虎子他在那里很危险，他想下来他下不来。我去，我用这只手去套套看吧。过去了，应该上那边去了，我得上那边去。上那边去看看。我们得绕过去吧，那是一个排水口。上那边。走，哎，别这。进去，我判断这里是一个沙包，过来看看，抓它，哎嘿，呲，这里面应该也是一个，嘿，哎，难道我判断失误吗？不可能啊，应该是个沙包吧，这里有粘液的呀，那哦，这边一个，就这边是一个，看那，哎，这是已经爬出来了，这个。什么情况？我感觉那个沙包下面应该有一个，没找到。难道爬了吗？跑了？虎子，来帮我找找。你就知道躲起来。没有了，嘿，没有了，就这一只。戴手套，要不然那上面都是刺儿。有粘液了，来，它就是夹着在中间出来，动都看见。你再一看，动不了，那腿回腿。来，哦，来。把它拖过来。
抓了几个猫耳朵，收获也不错了啊。那我们就先回家了，别着急，虎子着急走了。